进来了，来了。哦，这里矿很多哎、欸！有有有，我找到了大的。你在哪里啊？没飞船。九。但也进不合。我。啊！我在震动，我在震动，好震，好震。哦，你来了，为什么会震成这样啊？哇！等一下，你怎么了？我超震。我是不知道正不正啦、啊，你超正，谢超级留言，用谁在打我？哇！我现在不知道是泪哥还是怎样。怎样？这个剑符和留一直给我，我想抓回家养。画面在震动，要不要重灯看看啊？我要重灯了，动子大关掉啦、嗯，关掉了啦，我就是关掉了。哦，你们要过来吗？东斯大夫在哪里啊？在那个就是坐标，坐标962762，我也不知道刻了什么啊！我也来啦！这里面有没有走？你们去过、啊？我刚刚进来而已。啊，我看到你要的东西啊。他要什么？他要剑符盒。我先回去拿那个宝贝球。我拿啦、啊。等一下。哦，你有抓了吗？那我不给你，我也要。没有啦。有人抓，就有人抓一只啊！快，你快快，你快回去，我让你 TP。哎呦，不要打我了。云钢弓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好东西。繁星的剑砍龙会掉龙头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龙头不是这样掉的，龙头不是这样掉的啊。嗯嗯，可以装吗？可以耶。哦，快！我把剑符棒的灵魂挖走，掉了一个珍珠，中间掉下来了。这是哪里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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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啊！先 TP 我好了。你们要来中间层传我吧？哦，我怎么会在这么地方？为什么我刚刚有一个死亡的地方啊？对啊，然后但是我身上装备是回来的，超奇怪。嗯，哦，啊，我又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 bug，、啊、一直抖了吗？对，那你等一下你就重登吧，我也是重登才好了。嗯，拜拜拜拜。现在解决方案好像就换模式获得。耶、yeah, ，我飞起来了！中介雄风，尔虞我诈，好多东西哦。嗯、哦，哇，画面孤孤单单的，孤孤单单，孤孤单单的，嗯。这感觉它中介好像也没有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加很多特别的东西，就矿吧。对啊，嗯、这边矿是不知道是蛮多的啦。这水晶应该是你的矿吧？对啊，可是那个水晶真的是会涨哎、欸，它就越涨越多。对啊，不要挖干净就会越涨越多。哦，嗯，什么？嗯，对，我再 TP 一次哦，我被飞回来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嗯，挖个哥莱果，这里好了，这里应该可以。剑符棒有头吗？啊，不知道哎，但巧克白的伺服器有。嗯嗯，还有多的吗？很多啊，上面啦、啊，在那个柱子里面也很多啊。捕捉。啊、哦，好痛！戒符盒有什么用啊？他看看，先抓起来放着啊。我是觉得，你们的包包都已经这么大了，应该是不太需要戒符棒。戒符棒是彩虹机关炮，听起来很强。他可以做一个东西叫做彩虹机关炮。然后还有大型的物品过滤器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嗯，就还好，这么中介箱哎、欸。
好香。哇哦，好多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循环建筑魔杖，这是什么？不，那个好大一根。哪里？你在干嘛？我遇到一个箱子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看起来很酷。这个、啊、这个箱子，对。你们跑得好快。嗯，没什么东西啊。嗯，建筑魔杖。我拿走了这个。哪个？哦，这个、好帅啊、哦！嗯，循环建筑魔杖。哦，你手上拿那个、啊？你手上那个很帅。我又放回去。他是不是要充电了、啊？感觉上，哎，不用嘞、欸。不知道。QIC 的，嗯，他是要，他不知道怎么用。要种吗？我想说这带回家吃啊。种什么？标准哥莱果啊。放置方块、哦。可能要拿一些方块下来。我先把方块啊。我是对，这边是没什么方块。有啊，我来挖就好了，现场挖就好了。我放一些在里面。好，看一下，电动马达。然后，嗯，就还好。如何 ？What？ 还跟建筑手杖一样啊？可是他们有那个空格可以用出来啊。你有在盖东西吗？我有把东西放在那个里面啊，可是盖不出来啊。那可能还要再看怎么用吧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听放东西的声音？没有，那是鱼儿放的。我没放啊。不然谁放的？哦，放嘞、欸。嗯。哦往外盖吗？有嘞、欸。它是怎么盖的啊？往前盖、就是。你要先用 Shift 加滚轮去选模式。什么声音？繁星用的吧。然后呢，左下角会写说它会大概怎么盖。嘿、嗯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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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有很多种模式，你可以就是直直的盖啊，左边盖啊，右边盖啊，然后或者是盖么字形什么都有。哦，阿纪好安静，断，他断掉，阿纪断线了。喂，灵，哎，这里面有灵魂品哎、欸，有啊，刚刚阿纪就有讲哈、哦，好，还可以盖一个方块模式。感谢雨欣，懂内。泰定脉冲，不觉得你这样盖跟你手上拿一样吗？对、啊，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可能是我还不太会驾驭它，嗯，还不太会驾驭。它是不是可以盖到很远啊？就是你手碰不到它，可以往前盖，应该也是可以吧？那个用建筑魔杖不就好了？可是循环魔杖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不懂，可能我们慧根还不够广。不够大，不够高，还没有领悟到它怎么用。嗯，历逛了一个小城市，还不错。嗯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四根，好像还好。去。对，所以我们来中介，你们主要要中介的是什么东西？龙蛋，嗯，龙蛋发电了。有啊，现在哈金啊，现在哈金啊，龙鳞片也在接。龙鳞片在我这。我要中龙蛋的话，我用到。好好，代表。哇，那个刚那个杖看起来应该就是可以切换它要盖的方向，然后你对同个点点，它就一直往那方向。改这样，嗯嗯，看起来感觉是这样。杰克，我来拿东西啊。嗯，弟弟对，在脚下。底家。龙鳞，给我龙鳞，我要八个。八个好像还不太够。啊，再打是不是？来，是要再召唤吗？再招再打，我不信刚刚怎么可能被秒杀？我强烈怀疑是哈基的枪。所以再招吗？是我，怎么会是我嘞？我是无辜的。经常回家，从家里再飞过去啊。走开啦！走开啦！啊，有了，
神秘机械爆了。所以，可是我们要先找到回家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有啊，斜线轰，斜线轰啊，哦哟，轰那么好用，只是冲过来可能又会有点问题而已。好，冲过来就一样，到中介之后再那个、啊。尤里，尤里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尤里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我赶快啊！啊，我要来放头了，这里有一个，嗯，这样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头会震啊？好恶心哦！本就会震啊，你看着它就会震啊。不要看它，啊，它会一直盯着你看，看着它，它会很兴奋。你看着他就嗯，这么恶心哦，震哦，震哦，好好玩啊，震吗？真震真震！传送门，哇塞，通透玻璃不能做成玻璃瓶哦，哇哇哇，我都做成玻璃瓶，那个通透玻璃耶！感谢对面鱼的超级留言，感谢，难怪，感谢自己。哦，不同空间不能传送，还有这样啊？啊，是啊，所以不能斜线轰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啦，我说不能直接传玩家。哦，不行啊。没想八五包里有烧一点，没有很多。我去，干嘛？玻璃。有力纱窗，嗯，你们在哪里？沙门，我要回家了。换玻璃，换沙门。我以为你们已经来了。哦，我新建，哦，嘿，好，青铜，青铜什么？青铜裤、青铜衣那个都可以直接丢掉了。那我们叫怎么青铜很多？嗯嗯，回来了，金哦，有啊，有陨月那个都可以丢掉了。哈记，哈记中毒太深。什么中毒太深？就各种讲尤里啊。哦，哪有是你中毒？中毒，你看连玩麦克都要讲尤里的。尤里说不清，真的是尤里，尤里装龙骑哦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做一堆玻璃瓶来装龙骑。你要小心，不要撞到他的空气哦。哦，对。我刚就装带了50几个，装了8瓶而已，其他是空气。空气，你可以装空气哦。对啊，是二虚位，它是末地空气，可以做东西啊。它好像是那个 Batania 的。对。它配方全都是那个。我等你们。好，等我怎么了？你又不是在打龙，你也在攻鸭鱼啊？我在打龙啊！可是招龙是不是还要再做东西呀、啊？对啊，这边基本上都可以做吧。黑曜石，哎、欸，它玻璃片跟烈焰粉、哦。那我是不是太少来啊？还要那什么、啊？忘记了。嗯，我看看水晶。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那边我都可以做。欸、然后这边要看过了吗？眼泪我这边有。嗯，地狱之心我这边可以直接做。嗯，我弄吧。要4颗。你把我的沙子清掉了吗？哦，你刚才在合吗？哎呀，我要合地狱之心。你先。好。我想说我要喝地狱之心，然后就把它清掉。30，哎，好主意耶！9、10、11、12，我等下来弄。12颗，好。好了，好。这里有4颗地狱之心。掉。No， 爆了，有吗？有啊，他们说。他们有人刚刚说爆了。没有，我这边看起来是正常的。正常的啊。啊，要烧东西的话去哈基家烧。水晶烧几颗？4颗。4颗我准备好了。哦，好。那我去杰克家好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会不会传到地板上去？为什么？蛮常这样的、欸，其实。对啊，为什么会一直被传到地板上去？啊？他毒涂的关系吧？你要幽灵泪吗？还是？你喝？你有玻璃片吗？应该是有。没有的话，去我家喝好了。
三。Let's go, go go go！ 哇，哈基，你家烧的真的好快哦！是不是？好爽哦！我怎么又在地底？不要在地底！哦啊！来，我怎么又想传到地板去了？来 seven 微波就对了。嗯，一定要，一定要来。这本真的很棒、嗯、啊，那去音乐家吧。嗯，就完全不知道去 Seven 有没有。你们都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先回家弄东西好了。不会，快了。好啊，快了吗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准备好了。所以我在那边等了一下啊，还没好。万事皆备。杰克，上面烧东西在上面。哦，好。94等变50等。哎、欸，对耶對，为什么？你死掉了。不是，是有人弄的等级。哦、oh, ，